主料，螺丝500克，辅料，酱油、盐、色拉油、葱一根。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将买来的螺丝放水中舀干净，舀的时候螺丝会吐出脏污。干净后剪去螺丝的底部，剪去底部的螺丝，再一次清洗干净。锅中放油，入螺丝炒，炒至螺丝的盖子出来，加入适量的盐和酱油，翻炒一会，最后放上葱花。出锅，烹饪技巧，压螺丝的时候记得盐不断换水，让螺丝的脏污吐干净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